餐吃的顺序，就比如说我会先吃蛋白质，再吃蔬菜，真的到很饿我才会吃到淀粉。我跟你讲，其实瘦身当然有个错误观念，千万不能不吃，尤其你在健身的人，因为你不吃，你瘦掉的是肌肉，不是你的脂肪，那你等于白练。那你甜食吃的多吗？甜食？我以前其实不碰甜食。但是我戒完酒之后就会偶尔想要吃个巧克力，你知道，然后或是喝个奶茶，一点点这样。对，那尤其有时候露营一整天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备在身上。嗯，那奶茶我可能就会喝个三分之一。对，不能。对，或是巧克力就吃个一颗这样，然后或是蛋糕我也是会吃，但是就是吃个一两。但酒热量太高，对不对？酒热量当然高啊，那最可怕的是喝酒完之后那个揪腰啊，你知道吗？喝完酒之后食欲大开的时候，麻辣锅。然后平常你可以控制得住，可是你喝完酒，你那个吃就是无底洞，不会饱，因为已经懵了啦，对，控制不了，越吃越开心。